丢脸哦。然后教练又帅，教练如果不帅，我真的就算了。教练又帅，我真的哦。老少女二钟欣凌日本帆船坠海，演艺文吓坏，对导演比中指。现场朋友们，等一下给我下来吧。你们又拍了。才呛呛完就翻船，钟欣凌、杨贵妹、严艺文的《老少女奇遇记》第二季拍摄 ING 中，这一次大手笔烧3000万制作费，远赴日本出外景8天，还开放媒体探班，和老少女们聊聊天。就是今天这样的意外，要跟家里报告吗？不问，不用讲，不用讲，小事。对，我平常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标题已经下了，明天的标题叫钟欣凌找到了。你找到了，要讲好在哪里找到。烂入内涵。对啊，你就给人家呛虾嘛。下面的媒体团，等下通通下来。好，2秒钟，不懂。讲错话了啦。只是说你们的念力太强。因为教练把手松掉了。对，是哦。对，我们对。是教练的问题了、oh, 是教练翻我船想說我他想看你失身是不是教练的外表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行但是后来看他小孩出现对好丢脸哦然后教练又帅教练如果不帅我真的就算了教练又帅我真的吼我后面那个女生一挺很绝她从头到尾就说屁股左屁股左屁股左心里那一台有比较大嘛位置没有是没有我坐下去的时候其实我溢出来的肉是湿的因为就是船有沉下去了一下下他的现状是几公斤没有没有保险有特别加倍吗他们才要保险加倍他们才快吓死他说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有帆船台湾来的胖很喷我还以为是因为有日本媒体来对你做效果。我干嘛做效果？我做效果，你能不能呗？你看洛海没有觉得我的笑一点尿笑。我原本想说好可以，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看起来蛮稳的。然后才还没坐上去，我就看到前面这样，扑通像水饺一样，扑通上来。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哦，严艺文不要，因为严艺文刚刚中指了，力气就划独木舟了，还要划独木舟，刚刚直接对着拍着他的摄影机比中指，对，镜头一直对着我，就是这样。我那边有人跟我讲今天要划独木舟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创收视最高，黄金中就靠这一步。